那你要吃什么？放松，不要挣扎，不要受害了。创业是你原来所有误会的神灵，你要传达；所有的误会的神灵，你要传达；误会的神灵，你要传达；所有误会的神灵，你要传达；所有的黑暗的权势，你要离开。放松，相信你的爱，你要说爱你，相信你要说爱我，相信你要是得胜。但是你要吹下来，感受不舒服，吹下来就可以了。刚刚耶稣的名，所有的捆绑出来，所有的捆绑出来，相信自己，耶稣爱我，就出来。所有的捆绑离开，所有的捆绑离开，所有的捆绑离开，耶稣放松自己，耶稣去吧，有信心就可以了。相信神必定祝福你，释放你，就放松出去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恩待我，耶稣恩待我，放松出去吧。相信，相信耶稣爱我，你也说耶稣爱我，耶稣看着我。耶稣必定帮助我，耶稣必定释放我，我必定会被释放的，我必定会被释放。我完全的信靠神，完全的信靠神。我愿意离开罪，我愿意离开罪，放自己吹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啊，哈利路亚，放松自己，不要挣扎，放松。你感谢神。哪里是不舒服？现在哪里不舒服？千万不要走，走，脚，绕出去了。对，你的头呢？头怎么样？头，胸口啊，胸口，就是这样子好。就是这个身上跟脚上没事。这个是圣灵的能力，这里是脚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是神的能力，但脚不舒服，脚是。性软还是啊？是什么？性软还是性软啊？软这个是什么能力啊？但身体上有没有不舒服？这个肚子有没有不舒服？肚子不舒服，这个什么呢？就是电流那种，就是吧？放松，死不放松，神充满我，放松自己，吹出来，空气吹出来。罪退出来，真的战胜罪。你愿不愿意将圣灵献给主？你看到只有两条道路：罪的道路、什么道路？世界的道路、什么道路？当你变成罪的时候，变成世界就在痛苦。但你愿不知道，你现在经历到，你愿不愿意将圣灵献给主？你就走在这个完美的道路上。你愿意，愿意吗？你对耶稣说。我愿意走在神的路上，走在神的路上，将我的生命献给你，将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请你释放，请你释放，我相信你的大能，我相信你的大能，马上可以释放我，马上可以释放，马上可以叫我轻松，可以叫我轻松，主啊，请你的一相信我的爱，我相信是得胜的，你是得胜的，胜过我的所有，请胜过我的所有，请你相信，相信，相信，神啊，我愿意。带来复兴，我愿意带来复兴。带来复兴，神会供应我的，神会供应我的。主，你放松自己，从罪上出去，无罪的一生轻，放松自己就出去了。无罪的一生轻，这个是祝福。你再回献献给主，相信神的恩典，相信神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。是不是很容易啊？你相信神的恩典，跟从他就很容易了，就马上释放了，放松，更放松，相信神的恩典。耶稣，我相信你，
我愿意委身任成你，我愿意心甘情愿，必定祝福我的，必定前的道路更美好，更美好，最美好，最美好，最美好，放下自己退出来，享有罪，憎恨罪，憎恨打麻将的罪，憎恨你说什么罪，你说出来，我憎恨什么样的罪，憎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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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罪罪。是主的贪念是这个决绝，决是决，是决绝。拒绝，拒绝，这些罪，这些罪，你要追求神的路，你必须在神的里面最美丽，这是最圣洁，这是最开心，所有的烦恼。感谢主了，是主，感谢主啊，祝福很多了，好很多了，你就感谢主，你要求祝福越来越释放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的道路最好。其实以前你是在这种捆绑里面，但你不知道，现在显明出来，你就知道神的美好，你知道神啊，你真美好，是你最美好，你最美好，我就完全的放松自己。啊，像上面献给这是一起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看重我的，耶稣很想拯救很多的灵魂，耶稣很想使用我去拯救很多的灵魂，耶稣很想使用我去带来复兴，耶稣很想对我带来，神可以使用我，代代使用我，神成为神的精兵，神的将领，神的领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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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出来，放下神的恩典，放下神的恩典，现在在哪里不舒服？就是腿很软，这个是神的能力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肚子有没有不舒服？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刚才好了很多，好了很多，感谢主。我还想，就是说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一直神来惩罚我哈。我现在是这个是邪灵，邪灵，邪灵是邪灵。对，我不是，我早期我都肝都没事，但是后来我到香港体检了。在大陆体检都没事，后来到香港这边体检，说要早期肝硬化，这边是。你再说一次。早期肝癌、肝硬化、肝硬化。啊，你喝酒就是。我不喝酒，我都不喝酒。你求神医治你，吸烟不会影响。吸烟的捆绑要离开。上面，就是上面。我吸烟了，这是我的身体。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要让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，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，因为我的生命要浪费我的身体，因为我的身体那些罪，其实这个罪的上架，其实你跟着罪的道路，你有肝病的话，你的生命就很短。但求神显神迹奇事，是一种，也就是说，神啊，你医治我，你要将圣灵献给你，将圣灵献给你，主啊，神必顾念你，是一种，说神啊，神啊，是啊，需要你，我愿意我的心，我愿意我的心跟从你，求神医治我的肝病，求神来医治我的肝病，求更多，医治我更多，我真的要悔改，我真的要悔改，一种，就是罪行，你看罪的捆绑。这是我感谢赞美，是我感谢赞美，是天使吧？相信力量有信心，感谢你很重要，信心，相信神得胜，信心最重要，也愿意离开罪，就很简单的，相信神得胜，就现在舒服很多，现在舒服很多。刚才的时候很难受，快抱到头顶了。刚才祷告的时候，特别刚开始的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很难受，就想推开你哈，那个时候，这
成宝藏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宝藏，不是从这边上去哈，冲到我的头上去就很难受，特别难受。其实你刚才见我看你的眼睛，我也不敢看，很难受。这个是神做，现在肚子就是好多了。但是我相信神会医治。你必定要委身，而且开始过一个有健康的人生，健康的食物。就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让神祝福你，你还年轻，否则你的生命可以很短，也很痛苦，真的。我们一定要说，专注在你说，我拒绝吸烟，拒绝吸烟，就是把这个主戒掉，戒掉，戒掉吸烟的习惯。让耶稣的名医治他的灵，你相信神的爱，将所有的邪灵赶出来。我相信神的恩典，我相信神的怜悯，神的祝福，拯救我是神很大的恩典，感谢这神很大的恩典，神祝福我，感谢祝福我，神的怜悯，神啊，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，奉耶稣的名释放他，完全释放他，放松自己，吹出来。放松你的手，感谢耶稣，你就看到，其实你本来不知道你是在罪和魔鬼的捆绑。你感谢耶稣，释放你的灵，释放你的灵是这么大的礼物，你就放松自己。感谢耶稣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看主说的话，放松自己，从心灵深处，这样重担吹出来，这样罪吹出来，释放我，释放我，安慰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，拯救我，拯救我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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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充满喜乐的感谢神。哈利路亚，爸爸，充满感激的，神这样快的医治我，释放我，感谢神。你打断手可以头举起来，因为这样你的，否则你的这里就很累。打断可以举着。感谢赞美主，可以赞美主，可以喜笑。感谢赞美主，可以笑一笑。感谢赞美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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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那我这样唱首歌，然后一边在笑。一边笑。真的笑，真的开心。在神里面真的非常的美好，在世界上原以为去享受，其实是在痛苦里面，不知道是一种捆绑，就是打麻将之后不会喜乐，是一种捆绑，是辛苦。但帮助人之后是很喜乐的，看到人的释放，看到这么快的释放，放松自己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充满里面充满感激，充满喜乐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感谢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现在有。就是好像非常多，现在刚才的时候就是什么地方不舒服，我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，甚至没觉得，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没有不舒服，感谢主。有没有觉得舒服？比刚才舒服，有没有？但是我
刚才感觉就是这边肝这边啊，好多了现在。因为我刚才有没有不舒服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好的，你放松自己。就什么平安，什么平安，什么平安，什么平安。求你的恩典临到他身上，求你的恩典临到他身上，释放他的灵，安慰他的心，祝福他，怜悯他，愿神的圣灵大大的浇灌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的平安，神的舒服在他身上。哦，神的平安在他身上，神的自由喜乐充满他，神的爱充满他，相信神的爱你。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医治我，耶稣怜悯我，神的能力在我身上，神的能力在我身上，神的能力充满他，充满他，神的能力充满他，充满他，更新他，神的能力充满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神的能力充满他，神的能力浇灌他的身上，有没有感受能力啊？有没有觉得舒服啊？这，我就感觉好像输了很多，从这后面往前面输，这边有没有那种平安轻松的感觉？有，就是去圣灵的。对，这我感觉这里哈，我相信应该。神已经医治我了，因为我过两天星期六我约了那个医生，也是在香港很出名的那个医生，我到时候过去再复查一遍。因为星期六的时候我跟他医生那个，我预约了星期六下午3:30，那个招什么医生，也是香港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，在静心医院那边。感谢主，你刚刚感受的是圣灵的能力，什么同在，什么释放医治。我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派入这个见证说出来？停。是啊，祷告的时候，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，就有一股能量冲上来，但是冲到我头很难受啊，我这头这边很有一股热量冲到头上面，很难受这里。我巴不得就想推开你们哈，很难受，特别难受，哈。后来你又跟我说，又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，当我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，其实很也是不敢看，我也不敢看。但后来你说啊，吹气的时候哈，那后来我就慢慢就放松很多了，放松非常多。刚才，然后当祷告时候，你的头不舒服，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我肝不舒服吧，身上不舒服。但是我相信哈，因为神会医治我的肝。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，因为我在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在香港这边体检的时候，那个医生给我体检是早期肝硬化啊，但是我也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，我自己感觉到是撒旦的攻击，但是我想神也借着这牧师今天为我祷告来医治我。因为我现在感觉已经好了很多，因为我平时有稍微在呱呱呱那种不舒服，我身上都有带那种药啊，我不知道是，但是都是英文，应该你看的就是什么药啊？我不要紧，都是这个药，不要紧，先讲完这个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吃这个。这个祷告的过程除了头，除了你的肝部，还有什么地方刚才感受不舒服的？腿部是有点麻，那麻很麻木，就站立不住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没办法站的那种。但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，现在。现在啊，刚才就是很难受那种嘛。行，就是非常难受，特别难受，像你就放松，其实特别难受，我真想就是。匍匐在神的面前那种感觉，
后来再一次就祷告就没有平安舒服啊，轻松。再次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说，从这后面啊，从这后面，就是有就是在这边一直一下子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一样的。刚才祷告的时候，很舒服，那我感觉非常舒服嘛。感谢主耶稣，我相信主耶稣也医治我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看到神这种作为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有没有回应啊？有，我是想以后我要就是说，我会从这以后我会更多人来跟随主，更多人来服侍。感谢主，你的生命很宝贵。我相信这次我过来也不是偶然的哈，因为我过来的时候，我跟姐妹她已经在半路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，我就跟她打电话，我说秦姐妹你在哪里？她说我在机场，快到机场。我说我也去，他们觉得很意外，不相信哈，他们觉得应该我是开玩笑，我不会来，因为我说我来的话，我会提前跟她说，我临时改变，因为我也想过来啊。就是我，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平时就跟神离得太远了。我也想跟着这次过来哦，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同在，是这样，更新一下我的生命。感谢主耶稣，荣耀归于主。阿门。你就看到，其实在这个释放的过程，我所做的是什么？就是首先帮助你悔改、认罪，真的憎恨罪。愿意离开这些罪的，求耶稣赦免所有的罪，然后奉耶稣名感谢的时候，你就感觉这个力量很大。对，但我就告诉你，有信心，相信耶稣真的会释放你，相信耶稣去得胜，也去爱你的，然后你就放松，然后奉耶稣名吹出来就轻松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一直吹出来就越来轻松了。有信心才是这样，有信心奉耶稣名感谢你就放松。就出去来了，然后也经历身体的医治，你看到神的作为，你将来可以这样帮助你，我可以帮助你，训练你，你可以将来祝福其他人，不是主，对神，我就因为我太太也很支持我哈，我这次说过来，我先跟我太太打电话，我说我去香港陪薛忠哥跟淑琴姐妹去香港，她说你去吧去吧去吧，她非常支持我，感谢主耶稣。荣耀归于主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